你这两天心里难受，妈知道，你是想香草啊？人家都出嫁，想他还有啥用啊？听说香草的事儿啊，连区上都知道了，还派人下来调查呢。那生米都煮成熟饭了，调查还有啥用啊？妈，提他干啥？妈是怕你想不开呀、啊。那香草要是真有志气，说啥也不能上轿啊。那天你领他到区上去，他不去啊，那就是不乐意。妈，你不提他行不行？行，妈不说了，快吃吧。不吃了。妈不说了还不行吗？吃吧。表嫂啊，嗯，听说香草出门子是你给送过去的啊？那两口子咋样啊？咋样？小两口子可对劲儿了。不是说是他爹妈强迫的吗？害我的傻大娘啊！Thank you.
我妹妹。姐姐，我姐夫呢？他就是你姐夫啊？你就是我姐夫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湘君。你十几了？你十几了？我十一了。啊，才十一？湘君，走，咱玩去。嗨，就知道玩。姐姐，爹妈来了。亲家母到家坐吧，请吧。妈，我要在这玩。嗨，你就知道玩，回家给你岳父岳母磕头去啊。不，我要在这玩。拉倒了吧，现在也不实行磕头了，愿意在这玩就在这玩吧。啊，你自己在这玩啊？不，我和湘君在这玩。行啊，湘君啊，哄着你姐夫在这玩吧。亲家母，我看还是让媳妇儿在这看着他点儿吧。哎，也行。亲家母到家坐吧。请吧。你看谁打不一样。你看那孩子摊上了，生米已经做成熟饭，没法子。哎，常言说得好，多年的大道走成河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，熬着吧，慢慢就好了。妈还得照看你婆婆去，你就哄着你女婿在这玩吧。啊，大婶子，大婶子，快来呀，快来呀。香草啊，我的好妹妹，从打你出嫁以后，甜喜儿娘俩呀可恨你了，说你是虚情假意，不是好人，还说呢。啊，你看呢，等他三天回门的时候，我被骂一顿不仅。哎呀，我的好妹妹，你可得加点小心呐！这要是向你婆婆知道，那还了得？记得啊，别忘了，不听不听拉倒。
不知道。别拿我当傻子了，现在我啥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什么了？少跟我来这套虚情假意。虚情假意？难道是我愿意嫁给罗家的吗？老子有钱，小伙长得又俊。谁说的？这话是谁说的？我又不是小孩子，还用听别人说吗？天心哥，你真糊涂啊！我是糊涂，可惜我连个人都没看。香草对你虚情假意，没有真心，是我愿意嫁给罗家。我图惜罗家有钱，罗家小伙长得又俊，我就变心了。你不是把我看透了吗？从此以后，咱们谁也别认识谁。我们跟他讲道理。
看见你二嫂子没？没看见呢。湘君啊，湘君啊，你姐姐呢？没看见呢。你媳妇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你姐姐呢？不知道啊。找去啊。你他妈这是往哪儿领啊？刚才还在呢，现在呢？我哪知道啊？哎呀，你他妈的！不怕给爹妈丢脸了，走上爹妈去。陈国成啊，你说
香草愿意嫁给一个11岁的小女婿，你两头挑拨安的什么心？我看不要脸的就是陈怀春你。好啊小田雪啊，你就说这话，你没良心我跟没话，走上爹妈去。春儿啊，老罗就没事，不是你保的，你倒打一耙，你说的保卫他谁看见呢？我看见了。你说咱家那个猪是哪来的？二好小弟帮我取来。我你给我滚下去。你们看着怎么办吧？哎呀，我别在这吵了。香草啊，走，跟妈回家。家，这就是我的家。香草，你想想，你可是有婆家的人了。我早就想过了，这就是我的婆家。我说你当着你女婿的面，你就这样啊？我不承认他是我女婿。那么你看谁是？我看，他是我女婿。好吧，我不要了，我不要了。什么？咱们花了20担粮食彩礼，为什么不要啊？这是你们养的好姑娘，你们看着怎么办吧。香草，我看你这是不要脸呢，这个我非打死你不可。小奴才没有出息，你不该跟天心儿都这样的，你跟婆家花红小轿。我在会上的检讨，刚才你的检讨还可以，对问题已经有了认识。当初香草找我解决问题，可我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，哪知闹出这么大的乱子。我到区上开会，临走还和你说过，田雪和香草是正当的恋爱，我们应当支持。当时正忙到生产，哎，主要还是我对婚姻问题有封建看法。你要知道，婚姻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，就一定会影响生产的。是啊，区长今天就来。副局主任，我知道，你等会儿行，你先说。我干一天活回来，他连饭都不给做，油瓶倒了都不扶，整天的帮我们拉架。你胡说八道，不许插话。他不参加生产，还像过日子的吗？放屁！不许骂人。他逗人甜心儿，人家把他好骂。我说了他两句，他耗着我就跟我打离婚，就为这个。哎，陈二，好小子，就说我这话，你不
是听说你了。傅宁说让我，我去，我去。提高是叫你参加劳动，跟男人一样生产。你不但不劳动，连饭都不做。我们不是批评你好几次，不叫你再保媒拉气儿了吗？妇女主任哪从把你告诉我再没保过媒呀？你把人家香草保给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婿，不是你干的好事。没有的事的胡说，还说胡说，那边都打翻天了。那是我爹爹。你问一问就明白了。香草，你年轻轻的，说话可不能满口花舌。全贤妹妹，对，大家都来了，都来了。田大娘，杨大婶，这位大娘是，我是河西罗庄的香草她婆婆。这个小孩呢？这是我姑爷，她是我媳妇。妇女主任，我香草，不要难过，有什么委屈？Yeah.
你俩一边高，岁数一边大，你俩结婚吧，咱俩拉倒吧。小孩子，你懂个啥？你不要瞎叭叭。我坚决不落家哪里婚，哪里婚也得退还彩礼。让我退彩礼，万祥也不让。恳求主任快批准，我们坚决反对买卖婚礼。我们坚决反对买卖婚礼。村长，村长，区长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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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正好啊，你可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区长来的正好，你看田雪和香草的事儿怎么解决吧。区长，我坚决和罗家打离婚。区长，我坚决和陈二把离婚。他要和我离婚。对香草的问题，我们政府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是他的父母为了贪图彩礼，把他嫁了一个小女婿。这个媒就是你保的吧？你整天保媒拉纤，不好好参加劳动，政府不是早就批评过你吗？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干了啊！就这一次，以后说啥也不扯这事儿了。你们两口子感情不是挺好吗？那是他看不上我，也不是我看着他呀。那为什么你还要提出来离婚呢？那他一天总说保媒不保媒的，都没老掉我掉我。区长，我也不是啥好脾气，只要他以后能好好过日子，我都没啥说的。是吗？只要你好好帮助陈二生产，你们两口子感情不就好起来了吗？哎呀，二哥，你们俩接活接活不就得了吗？行，哎呀，区长，我香草，你的问题我们是清楚的，如果你不愿意，是可以提出来离婚的。哎呀，区长，我们可是好人家儿女呀、啊，这说离婚就离婚，我们当老人的可不乐意呀、啊。老大爷，你说的那是封建婚姻。区长，我们可是明媒正娶，他说离婚就离婚，那可不行。那是买卖婚姻。大家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这个问题好解决。现在，我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？咱们中央人民政府已经颁布婚姻法了。婚姻法吗？今后凡是包办、强迫、买卖婚姻，一律废除，实行男女婚姻自主了。好。这以后儿女的亲事，我们当老人的就说了不算了呗。婚姻要由儿女自由做主，当老人的可以提出意见，但是不能强迫。你看他们两个合适吗？区长，我婚姻法规定得很清楚，结婚需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愿，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和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。我同意田雪和香草结婚。去哪里？